原标题：藩镇强大让唐朝变弱。为什么后来藩镇变弱，唐朝却灭亡了？一直以来，我们都认为藩镇割据是造成唐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之一。但其实，如果没有藩镇存在，唐王朝其实很难延续那么长时间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藩镇割据，我们知道中国古代一直有一个矛盾，就是南北矛盾。南方的中原国家与北方的部落一直是敌人，北方的部落一再要往南方打，超越南方的粮食、茶叶、布匹等各种日常用品，而南方的中原国家又会反对这种侵略，甚至主动发起战争，把北方部落往更远的地方追击。这种矛盾造成南北的巨大对抗。在秦汉三国的时候，南方中原国家对北方部落还是一种压倒性的优势。不过从两晋开始，随着中原王朝的失控，北方部落大量的内迁，而且在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，这些内迁的北方部落相互作用、攻击及融合，实际上已经让北方的部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。中原的国家已经不可能像秦汉那样对北方的部落形成压倒性优势了。隋唐建立以后，吸取了两晋失败的教训，不敢再分封同姓诸侯王，不敢让同姓诸侯王们掌兵权，害怕造成西晋八王之乱那样的悲剧，不敢把兵权给诸侯王们，因此只能把兵权交给各地的藩镇。有人可能会说，为什么不把兵权收回来呢？明清时期各地的官员不是没有兵权吗？这话问得好。明清时期地方官员确实不用掌兵权，因为当时南北矛盾已经不尖锐了。明朝的时候，北方基本上只有蒙古族，而蒙古族已经不能形成比较大的威胁。虽然后来明朝最终被重新崛起的后金给打进关来，但是主要还是得力于农民起义。如果没有农民起义，满清是很难有更好的发展的。展开全文，唐玄宗清朝的时候，尤其是清朝前期和中期，南北对抗的矛盾则变得更加小。可以说清朝算得上是真正的民族大统一。总之，由于明清时期北方部落非常弱势，因此地方的官员不需要掌兵，不需要建立藩镇。但是唐朝不一样，唐朝虽然实现了全国的统一，但是北方的形势太复杂，突厥、回纥、回鹘、漠河、柔然、契丹等等，真的是太多太多。不只是北方的少数民族部落太多，西边及西南有吐蕃、南诏，东边及东北有高句丽、日本等各种威胁唐王朝的民族及部落。有的说唐朝的衰败是从唐玄宗开始的，因为他好大喜功，喜好开疆拓土，对周边民族各种打击，从而纵容安禄山这样的藩镇做大，最后安禄山造反，引发了全国性的大动乱。这话有一定的道理，但又不完全有道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事实上，我们必须认定一个事实，北方的部落总是在不断的往中原渗透。当他们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时候，会依附唐朝。但是一旦他们打败了周边的敌人，发展起来了，形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民族，他们就会往中原打。没有任何一个北方游牧民族不是这样的发展过程。安史之乱在初唐的时候，唐朝对付北方部落一般的做法有两种，一种是和亲，另一种是挑唆他们互相争夺。但是发展到盛唐，国家的综合国力起来以后，唐玄宗就有野心了，他想像汉武帝那样让中原国家重新确立对北方民族的压倒性优势，所以就让藩镇发展起来。而他则由于贪玩怠政，因此造成安史之乱。安史之乱之后，
中央政权对地方上的控制力已经非常弱小了，对边关的控制力就非常弱小了。也就是说，实际上唐朝朝廷已经不具备打击周边少数民族的能力。但是我们看到唐朝朝廷不具备这种能力，而唐朝的边防竟然不是非常差，至少没有出现两晋及两宋那样被北方吊打的局面。为什么呢？关键的原因就是有藩镇的存在。由于藩镇掌控着兵权，又不听中央的指挥，因此当遇到外族入侵的时候，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，必然要拼命的打。这样一来，其实藩镇们也就确保了唐朝不受外族的入侵。不过到了晚唐的时候，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改变。农民起义如同点了一把火，各个藩镇之间想要争夺地盘就打了起来。而这种互相的打仗最终也打破了藩镇的平衡，造成了力量的削弱，终于唐王朝灭亡了。参考资料：《旧唐书》《资治通鉴》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